主料，瘦肉150克，胡萝卜一根，南瓜1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生姜、大蒜、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瘦肉洗净，切成片，胡萝卜切成细丝，南瓜去皮，洗净，切成丝。热锅起油，爆香生姜大蒜，倒入胡萝卜丝，翻炒，倒入南瓜丝翻炒至断生，倒入瘦肉，继续大火爆至肉片熟透，最后撒入食盐、胡椒粉、蜜醋，炒匀出锅。烹饪技巧，瘦肉事先用生抽生粉腌制一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